可能能够走到 Marry me I say yes She said yes最浪漫的一天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从那一刻开始就是不仅仅要对对方负责对所有的家人都要负责你看那个我买的这个是不是很可爱、啊、有了小孩之后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被挤压得比较厉害因为他平时工作的确是比较忙占了90%的时间都在给工作可能有时候工作的这个量级确实会多一点点可是我现在已经在做改变比如说上这个节目希望创造更多独特一点的回忆吧挺有感觉的宝贝真的好美哦何猷君西苗欢迎来到幸福三重奏你们将要前往的地方是徐图里各位朋友各位朋友欢迎来到美丽的泰顺这里叫泰顺、啊、嗯什么都泰顺开会设立企业什么办公室什么总部注册地址你公司住在哪里泰顺哇so great哇你放开我我不放开我让我好好走我不哇哎这个就是那个举人府你过来看超大算了你看不到你这个高度看不到 What? 你用这样子吗就欺负我今天没有穿增高鞋垫吗你说我穿增高鞋垫我怎么走路呢在这里哎我们呢 HX 走看起来还不错哦你准备好了吗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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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真的好美哦你觉得这个家怎么样老公挺有设计感的听说都是美克美家的哦还挺有感觉的宝贝这个房子很不友善对我你看我哇哎有个望远镜拆食物吧好加油自带牛肉哇泡面宝贝我们肯定饿不死了哇哦你好多面哦又哇宝贝我们多到这个冰箱有可能还不够放我们简直把整个超市搬了过来真的有很多吗厉害成功、哦、你还好吗老公按摩能下一点点能再下一点点能再下一点点能再下一点点继续下继续下你继续下我继续下啊累吗累吗吃东西吗吃本子了
宝贝，那你今天去哪里啊？我想坐一会儿。哦，可以的。嘟嘟嘟嘟嘟嘟。我们都好饿了，老公，你说我们吃什么呢？弄个简单的好不好？有菜，有玉米，就够了。反正其他的我们也没有。我洗菜。算了吧，你又不会洗，给我洗吧。这就要洗菜了是吗？你看我洗得多好，快夸我。走开，给我走开。那我还是用液水的。啊，不用不用不用，没那么快，老公。都放进去嘛，宝贝。不用不用不用，你干嘛呢？现在没有开火。哇，宝贝，下雨了，外面，我们真的可以出去外面坐坐哦，很难得哦。这不行。哦，宝贝，这里有很多拖鞋。哦，宝贝，它下面还有一个厕所。哇，宝贝，这里有个吸尘机。哎，这个雨真的好漂亮哦。I know, that's what I said, 对不对？真的好漂亮。那上面那个一滴一滴滴下来，哎，就很像一个一个一串珠子。因为现在的房子已经没有这种，就是一个大珠一个小珠，就好像散了一样。嗯，好美哦。幸福。嗯。我也要帮忙。你可以把那些箱子搬到楼上去啊。好。辛苦了，没事。嘟嘟，这个是我的，哪一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菜。我不是你的菜吗？啊！不就是方便面吗？老公好了，哇哇，谢谢老婆。你快吃，好吃吗？嗯，等你，来吧。嗯哼，可以的。我感觉你在勉强。没有在安慰你，我没有在安慰你。比起我前煮面，这简直是另外一个 level， 很认真，很专业。如果有方便面大赛的话，肯定要去闯一闯。我们要把这种方便面吃出认真的态度。很认真，很专业。救命啊！哇！
我刚刚就说一定会漏水，你不信？我怎么办，老公？我不知道，这个漏的很严重，宝贝，之后全部都是。我先换个鞋，老公，我们先把雨鞋换上吧。别了，别闹。不是不是，真的。哎，啊，出去啊？没有，不出去，就是这个拖鞋会湿掉的。你是救不了的，宝贝。我想看看，我想知道为什么。这后面有个门呢，就是这不就是为什么了？咋个办呢？那个扫帚。啊？那有没有扫帚？当游戏吧。不想当游戏，老公，你心真大，家里都快被淹了，你还这个样子。放下我，谢谢。哎，这里有个扫帚，很好，来吧。哟哟，不是你推了过去，它会回来的，宝贝。哦，真的不行，老公。对呀。因为这是鞋进来的，我跟你说，你救不了这个家了，你放弃吧。好精彩哦！好精彩！我明天早上起来，这里已经不见了。没有，我们这明天再起来，这里就是我们的水，我们的游泳池。出去吗？怎么办呀？我不知道。宝贝，哎，过来坐一下吗？我比较担心我们的家。我们家已经没了。怎么办呀？那我们就在这里穿雨鞋喽。我们去小卖部吧，先去把东西拿回来。好的。还能怎么办？等他自己干。给你一个，给我一个吧，这个有点小，没办法两个人穿。不行，啊，我不行啊！快点啦！不要，这个太小了。不小，这个小。Please。很浪漫呀，真个啥呢？很浪漫呀，真个啥呢？老公，这样真的很不方便。哎，有不方便的，还好了，没有下雨。好像啊，在下雨啊，哪里没有下雨？我看看，真的没有下雨。那怎么说？那就这样。走了。嘟嘟，宝贝，我走旁边，你走那个大的石头。好。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哦，这样子，我这样子，哦，这样舒服多了。哎，吴 ，Hello， 吴静老师。哎，吴 ，Hello， 吴静老师。吴静老师你好。不要叫老师。哥，哎，你手上那个是？Hello，Hello，Hello， 久仰，Hello，Hello， 久仰。你好，大美女。你好。干嘛去了？我们去买零食。我刚才去那边看你们那里没人，我说我就过来，我去弄点笋。在哪里弄笋啊？
进去自己摘啊？对啊。怎么打算挖个笋给他们带过去吗？真有。又打人笋子主意呢，是不是？嗯嗯。这里面应该一定有。有笋。师傅，您这有柴刀吗？哎，小锯子行行行，一个够了，一个够了，够了。哦，我们看待会可以试一下。那你们先去弄，你要弄笋，你找我去。好的好的，我们待会一起去弄点笋。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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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来哈。好的，待会见啊哥。好嘞好嘞，拜拜拜拜拜拜。宝贝，你人高。怎么了？打伞的手能不能低一点点？你看我的背都全湿了。能这样吧。年轻人真好。咦，怎么了？妹妹，我就快快快去。怎么了哥？拜拜。好羡慕你们哦。有什么好羡慕的？干嘛？你觉得是不是全世界都是这么想他的？对，好厉害哦！他的小孩一定觉得自己爸爸很厉害。对，那完了，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小 B 才会觉得很值得骄傲呢？你说我要是有生意上的成功，在他那个年龄应该也解释不通吧？肯定会有的，老公不用担心啦。你就已经不用担心啦，你已经成功啦，你在你的领域已经成功啦，喜碧就可以到处说啦。这不是人生的目的啊，老公。很有压力的吗？不会啊，你也很优秀啊。我还有时间啦，来，让自己也变成一个英雄。让小 B 到5岁、6岁上小学的时候，我有五年的时间，让自己也变成一个英雄。加油啊，老公！好，我去拍戏去了，宝贝。你刚刚那样躺，你双下巴好明显。哎，你双下巴好明显。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碰了这么久。哦，你这样看眼睛还挺漂亮的不？这样就没有双下巴了，也不需要减肥了。减肥吧，慢慢的减肥。但生完小孩真的身体太虚了，很难减，老公。我明白的。你可能也不太明白。明白的，我生完第二个的时候也是。不是，我觉得以前没有生小孩之前比较扛得住。哇，你现在运动真的很费劲 ，right？ 很虚，气虚，辛苦你了。花一点时间。宝贝，你这样比的话，我的腿会显得很短的哦。
可以躺回你原来的位置。我为什么要发那么多？你挡住了我的光。想你呢。嗯。哇，宝贝，我感觉一天如果不看手机，又不想工作，好像还挺多时间的吧？你终于发现了。爱你哦。爱你哦。写个便签。这是送给吴老师他们的吧？对。写什么好呢？感谢吴京老师拯救地球。嗯，对的。我不会写你那个油。真的很难写，老公。我们快三年了。怎么写啊，老公？我认真的。求全。求全。这样吗？哦，这样这样。这样。哦，这样这样。我怎么？你们好意思吗？当时还写这个字，平时都打字的，又不就自己写。你看我前面的字都写这么好看，直到最后两个字写的那么丑。天气真好啊！对的，我们先去于老师那边好不好？好的。你看，你看，你看，是这里吗？是，应该是。哎呦！哇！你紧张吗？万一于老师讲的话你都听不懂怎么办？啊啊啊啊！于老师好，于老师 ，Hello， 你好。哎，你好，你好，来，请进，请进，请进。我们来拜访你们。你好，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我们今天早上。哦，来来来，白老师好，你好。Hello， 白老师，你好，你好。我给你们带了礼物。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太客气了。屋里坐会儿吧。坐坐，屋里坐，屋里坐，来来来，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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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来，请进，请进，请进。请坐，请坐，请坐。哦，谢谢。坐坐坐。哎呀，下着雨，你们还？给你们沏杯茶吧。哎，真不用了，真不用了。待客之道嘛。谢谢白老师。喝一点，喝一点。正好给你们带了。对。你们尝尝啊。啊。谢谢。这个是我自己定制的。嗯。回去尝一下。谢谢谢。好的。好开心！这里很漂亮，我觉得。哦，我们就很比较现代一点。对的。哦。我也没去吴京老师那儿，好像他们那边也是有点简欧的那个风格。我们还没过去，过去等一下。对对对 对, 对, 对。正好在这边，我们两家从后门那儿还能看见，所以今天中午叫过来，我做了几个菜。哇哦！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今天中午怎么吃的。煮了面啊。因为我们自己不是经常自己煮饭的，我们带了很多火锅，火锅料可以，洗碗都省了，洗个锅就得了。可以请你们到我这儿来吃饭。好
好啊。好的，好的，好的。随时喊我们来吃饭，我们很乐意。我们可以去帮帮手，不要着火就行了，老公。加个菜。好的，老师，我们先走了，因为5:20，我们怕过会儿天黑了。还得到吴京老师那儿。对。好。嗯，那咱们随时过来，咱们串门啊。好的，都是邻居了，就是。不好意思，都没有喝茶。没关系，喝一口，喝一口。感觉是好茶呢。还是喝点热水好。还挺舒服的，不舍得放下了。什么白呀、啊？好香啊！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苦。好，慢点走啊，路滑。于老师，再见。好，随时联系啊。好的。有点仪式感吧。好的，拜拜。一见英雄，我们要怎么办？啊，我怎么跟他沟通啊？头疼。不要紧了，可以的，不用担心。哎，来了。Hello， 谢老师，你好。嗨 ，Hello， 快进。方便吗？方便。我们又没在干什么，有什么不方便？我们带了个小礼物，谢谢小明哦，不会，坐，坐哪里？这边，这里坐吧，舒服一些。嗯，哥，你知道从小到大，很多人跟我讲过，有点长得像你，你长得像我？对，很多人跟我讲这个事情。所以我很期待，发型和脸型其实都有点像，有点 baby fat， 而且我们眼睛都是双眼皮，大双眼皮。兄弟，多年不见的兄弟，哥，我是你大粉丝，实话实说，真的。真的，流浪地球，战狼二，认真的哥，你每次在这个在我的世界里出现，都是英雄般的出现。演的，不是跟你性格很匹配。我也来。听说你们晚饭没有地方，也就只能叫外卖是吗？哦，没有，我们带了很多火锅来呢。哇哦。但是我们也很愿意来蹭饭的，哥。那今晚在这吃呗。可以啊，我们叫省着不用煮了。存起来。媳妇儿。啊。多做俩菜。好啊。会不会麻烦啊？不会，没关系。谢谢嫂子，不会。来，碰一下。哎呀呀呀呀呀！等我，我来了。等你。追上。好好吃啊！那好棒。嗯。哎，你看我们俩长得像不像？他说我们俩长得像。嗯。有没有意见？有一点那个眼睛弯弯的那个感觉，脸型是不是也挺像？跟他小时候像，瞬间被嫌弃了，real 耿直，怎么办？所以到我50几岁的时候，你还是这么的年轻。啊，那我怎么办？你们都一样，你们都年轻的脸。
小明也好小，小明九几啊？不，我八九的，我比他大六岁呢。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嗯，我那个脸上花了钱的。我大学的时候就说我要娶她。大学？你那时候就认识她？哦哦，不，这不认识她，我是看到她在那个对台上，屏幕上，我说嗯，这个挺好的。这个应该是最完美的，然后就这样。Give me five。我初中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小伙很帅。真的？你假的？真的？真假的？真的真的。我看他第一部戏的时候我初中嘛。然后呢？然后呢？我就哇，太好看了，太帅了。搞错了，再来。I got this feeling.我觉得哇，太好看了，太帅了。再然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追我了。你是怎么让他追的你？我还怎么能让他追我？当然马上就答应了，开玩笑。这种时候要什么矜持？不要矜持。没矜持。啊？你知道人家？前面面不先不说，那一段时间的交往，哎呀，太辛苦了，觉得女人，这如果不行你就直说嘛。圣诞节，我去看看肉。怎么逃走了？把这个版本交给你。嗯，那我请你看话剧吧。啊，我那时候还这腿打着夹板呢，嗯，瘸着腿，看完话剧九点多了。你送我去工体吧，一下车一关车门，我经纪人回来了，拜拜，走了，走了。啊？不是，我瘸着个腿打着夹板，开着车送你到那边，九点钟我也没吃饭。因为我的前经纪人读研回来了，我要去跟他碰面。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太难交往了。我说那这样，1月2号晚上，我们在山顶吃个饭，好聚好散。结果我找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说起来都不像你这些举动，真的太不像你了啊！约好了7点，人家7:45给我发一信息，我遇到了我的同学。不是，是我已经到了，我准点到了。你知道那么巧，我的初中最好的朋友他谈恋爱了，你说我这个八卦的神经能不赶快竖起来吗？然后一聊就聊他的感情问题，我在底下聊了40多分钟。他那两个经纪人在旁边就是觉得看不下去了，谢楠你赶快上来吧，吴京一个人在这边喝红酒，喝了45分钟了。对，好容易上来了，不好意思，我看到我的同学在把妹啊，我在那边。我说啊，你走。我说。那个谢楠，想问你一个事儿，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哇，这么直接、啊！这么直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也知道他，我在追你，你应该知道了吧？哦，也是，他就是这样。我看看我什么样，就这么看着我，然后。你等一下，我去问一下我爸。走了。真的吗？我给我爸发了个消息。我就傻了。你去问你爸啊，你去问吧。我就自己喝酒。太不按套路出牌了我。然后咔一会儿回来坐我对面。
你爸怎么说呀？我爸同意了。然后呢？然后呢？谢谢。不容易哥，不容易，不容易。婚姻登记处领完证之后一上车，还要给他爸爸打电话，我说爸，我们俩领证了啊。然后他爸爸说谢谢谢谢谢谢。轮到嫂子爸爸说谢谢。对对对对对，是真的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爸是想说终于什么叫清仓了。终于清仓了。怎么样，不比你容易吧？我当时挺没有姐，没有，我觉得自己很容易了，现在听完之后。好不好？首先那个我认识他，然后呢我拿他微信那一天，然后我就那个穿好好看的衣服啊什么的，就等嘛，是专门去找他朋友喝下午茶。他在来的时候呢，我就忘了一个事情，我让穿高一点的鞋子。小何你可以。他来了，我不想站起来。他坐下了，我就才觉得可以站起来。认识了之后，就是你跟一个女生明确的想就是约她出去一个约会，你肯定是选，就是要跟你 dating 了嘛，对不对？你肯定是选晚饭的嘛。对啊，约在晚饭一直不肯。约了一个半月不肯，谁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心想说约个午饭比较好。对呀、啊，喝多了怎么办？还有就是你知道，就是，他这个人看起来很花心。我以前看他那些新闻，我就觉得这个人嫌弃脸。这种我花了多少的时间跟他解释，长得帅不等于花心。约了一个半月终于肯约一个午饭，嗯，然后就直接真的就是吃完午饭，我还以为是不是商场可以逛一逛啊，我还提早了一两个小时去那个商场去看了，但那还有个什么滑冰场啊，你知道吗？有电影院啊，我都买了一整个那一天那些什么电影院的票，包场。我不知道，你有跟我讲过。In case， 他说哦，可以啊 ，OK， 那也免得给拍或怎么样的。然后一到点，啊、哦，我要去工作了，去高铁站。哦，好的，然后他就走了。一下车，一关车门，我经纪人回来了。拜拜，走了。那我就换方式嘛。如果他觉得晚饭奇怪，我说那要不要去密室啊？可是约密室这件事情心机也很重啊，因为密室要不然就是暗场，要不然叫解谜题，可以展现你的智慧。我就只有这个了，我又不能展示什么身材颜值啥都没，就只有这个智力。又不出来，这怎么约都不出来，又不出来。最后他去日本，然后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说如果你想来的你来呗，然后因为我跟朋友一起去，我肯定订机票直接飞过去了，对不对？就是吃饭前我们在日本的一条街上嘛，没有人，我们两个，然后冷啊，不是不是啊，不是，我会有点尴尬，我要这样子。我就做这个最最传统经典的，就是哎，你手有点冷。我奇怪，这个人还没有说在一起，他就这样，然后他就真的没有啊。然后我就还好。他有很多误解的嘛，我就要说很多，很费力，然后到最后真的说通他了，然后就牛一场演讲，知道吗？对，真的就是靠一场演讲，然后就是敞开聊，说那个晚饭演讲成功，然后就在一起了，差不多。
好，祝贺你朋友。谢谢。哥，我们都不容易。恭喜你兄弟，恭喜你，恭喜你兄弟。好开心啊，老公，嗯，交到了新朋友。哦，对的，金哥还是真的。感觉你没有交流有障碍啊，你看白担心了吧？哦，好像也是啊。对啊，我们要珍惜这15天。对的。我感觉如果要连续让我洗5天，那我的小手手怎么办？你的小手手。立白果醋洗洁精，成分天然，还有16醋精华，不伤手，不伤你的小手手。在家里，会特别是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就经常会跟着我。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就已经非常好了，很有责任心吧，就是他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优点。